小豪哥的这个电影的片酬是天价，如果收他片酬，他就很麻烦了。哦，会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说不收片酬。说大概要给他多少酬劳？我不敢想，因为其实他的我侧面所了解，他小豪哥的这个电影的片酬是对我来说是天价，嗯，真的是天价了。这个我要是跟他谈片酬，真的是小豪哥说你这个丢，你这个小屁孩，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。说他一些集重复又重复播几首歌。跟着就说，不久将来我想拍个 MV， 我还故意一直在他因为那时候来了坐我车嘛，对啊，我故意在车上一直放这首歌，我说其实没关系啊，对啊，这如果收他片酬，他就很麻烦了，会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说不收片酬，我来台湾跟他拍，当然比我好了，对啊。对啊，一开始不敷片酬，有时候这个演技，你看他的演技多好。我是给他骗过来拍的，演得很不错。对啊，演得不错啊。我觉得真的就是大前辈，因为我是在演戏的过程中，我是觉得连他呼吸的那个气息都让我感觉到有戏，所以我才会就是说我刚在拍的过程中，我有一度我很想要哭。因为其实我的视线是根本没有办法看着小豪哥的，但是我是连他的那个呼吸呀、然后跟他的肢体动作，然后都可以影响到我，都可以感染到我。对，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，而且就是小豪哥的状态真的保持超好。不是啊，因为现在年纪大了，经历过很多很多故事，所以，对我演戏是要很有帮助。很有帮助，是一下子那个内心的感受就出来，就是这样，对呀、所以你年轻啊，要多多学，对呀、受多一点挫折，受多一点挫折，拍多一点，炒一点 MV， 很多挫折，很多挫折了，挫折，对呀、一定哭，不担心啊，对啊，小豪哥在，是不是？点阅给他抢吃。还是点阅数字多少就换成片酬。大家可以用公益的哇。对啊，因为兄弟你说有1300万的流量，那哇这样就如果是兄弟你说这个数字就要给1300万。对对对，还可以捐出来做公益。哦哟，可以哦，所以就鼓励大家多看。对，多看，对对对，多看，多听，对对对，多听，然后到时候如果 KTV 上的话再多唱。对对对对，多看多听多唱，对对对对对。